阿弥陀佛，首先对你的遭遇表示遗憾。你提到因为遭遇了车祸，所以开始恐惧焦虑，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害怕，才能寻找方法去对治这种恐惧。过去永嘉禅师去拜见六祖慧能大师，见面就说生死事大，无常迅速，你的恐惧其实是来自于对死亡和无常的畏惧。那么要克服这种恐惧，首先就需要我们问问自己，让你安心的东西是什么。明代僧人憨山德清曾经说过，病从由我生，我因烦恼及，烦恼痴爱之，生死轮不息。如果我们把生命的意义建立在一些脆弱而短暂的支持上，比如房子、工作、信用卡等，把它们作为我的所有物，或者执着于一些人际关系，比如亲情、友情、爱情等，认为这些都是永恒不变的，那么就会陷入患得患失的境地，无法处理好生死大事。所以要对治你的恐惧，就要问问自己，有什么是我放不下的。当我们理解到因缘法的生灭，懂得去追寻正智和正念，就不会再执着于这些东西，也不会害怕失去它们。其次，死亡焦虑可能来自于内心深处的懊悔与不满足，想做的事情还来不及完成，梦想还没有实现，时间却已经到了。比如《杂物含经》中就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，阿斯波士比丘生了重病，佛陀去探望他时，他对佛陀说，世尊，以前我身体健康时经常修禅定，并且能深入三昧，感受到身心的清安自在，可是现在我很难进入三昧状态，莫非是我的定力退失了吗？佛陀告诉阿斯波斯比丘，不应该起得失心，执着于修正道路上的阶段性成就，而要正思维，认识到不起贪嗔痴的念头，才是获得解脱的关键。不见流转心，是真出生死。我们要看破生死，就要看破世间的境界，不让自己的心随妄缘所转。同时，我们也要认识到生命并不是一条单行道，而是拥有更多重的维度。一段生命的结束是另一段生命的开始。比如经典中常说，大菩萨的修行需要历经至少三大欧生起劫，广作自利利他的事业，才能成办道也。所以只要我们的愿心坚固，就会有足够的时间去实现它。禅宗常说，平常心即是道，我们应该珍惜当下，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。就像北宋思想家张载说的，存勿顺势，默勿宁矣。活着的时候认真做好自己该做之事，等到死亡来临的时候，也不会生起懊悔之心。愿每个人都努力培养知生乐死的生活态度，追求生死两安的解脱境界。
阿弥陀佛。